11月22日，宇宙少女鲍娜与 BLACKPINK 智秀分享了在鲍娜新剧片场油条咖啡车前面的合影。鲍娜目前正在拍摄即将上映的电视剧25/21，该剧由金泰梨和南柱赫主演，好友智秀为鲍娜惊喜准备了应援咖啡车，写道：高友令今天买单，演员和工作人员快来吃油条，大家加油。鲍娜也在 ins 发文艾特了智秀，写道：天使出现了，我爱你，喜欢你，珍惜你。智秀也在评论中暖心回复：绝无滥亲故的友情真的让人羡慕，平常两人还经常相约聚餐，希望两位美女亲故能多多互动了。此外23日，智秀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新拍摄的画报照片，在公开的照片中，智秀以中分长直发的造型出镜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精致分明的五官在黑白色调的衬托下显得愈发夺目。除了公开这组画报之外，智秀还将其中的一张作为 ins 账号的新头像，看到智秀分享的照片的粉丝也纷纷留下了自己的评论，表示有几个人敢这么拍呀，美女任性，这脸也太精致了。据悉，智秀的 SNS 关注人数是5130万，在11月4日时，粉丝突破了5000万，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又增长了100多万，是 K-pop 艺人 ins 粉丝新增长数总榜第一。相信迎来雪地花开播后，又会圈粉更多人。我们智秀加油哦！爱豆韩娱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